我叫子赫，是一名中学生，今年17岁了。我最好的朋友是妈妈，妈妈很辛苦，每天要很早起床，给我和妹妹做饭，送我们上学。每天早上去学校是我最开心的时光。我的学校很漂亮，有宽敞的跑道，明亮的教室，同学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有些功课很难，可是我会很努力，听不懂的时候我会练习背单词，练习写字。我最喜欢生物、历史和美术课。我也喜欢写故事，故事里人物是我的同学们，因为他们总是陪伴着我，帮助我，陪我聊天。听我讲故事时，他们会开心地笑。他折了两个小动物给我，一个是小兔子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小鹿。然后他给我之后，我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的是你好，就我觉得特别开心。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们总是很有耐心，对我微笑，向我竖大拇指，拍拍我的肩膀，给我鼓励。他们用眼神告诉我，我很棒。子赫，我们都非常喜欢你。我想和你做我永远的朋友。你在以后的生活里面呢，如果有了什么新的探索发现，可以和我一起分享，我非常愿意接受你的分享。在你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当中，会出现很多能够帮助你的人，围绕在你的身边，关心爱护着你。你要对生活充满希望。我的世界很温暖，我会慢慢长大，和我的朋友们快乐地生活下去。